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，一个求生区的 pass up。 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崩铁 1.2 终于如期而至。首先是300星穹的兑换码，国服和国际服全都有， up 我已经置顶在评论区了，朋友们可以自己去复制一下。本次 1.2 版本将会从7月19号开始，一直持续到8月29号结束。卡池情况，上半任四星陪跑阿兰、素商、娜塔莎，下半卡夫卡，四星陪跑桑博、西路瓦以及新角色卢卡。那么卡池就是这样，该抽哪个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规划起来了。当然了，后续 UP 我也会对这两个角色做一期抽卡攻略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先关注一下 UP 主，以防走丢。有了新角色自然少不了星光锥，任何卡夫卡的专光到不了的彼岸，只需等待也将迎来时装。主线任务终于更新，在这次的主线里面，我们将会面对新的强敌不死神石幻龙以及我们的燕青小弟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通关主线之后，幻龙将会作为新的周本 BOSS 让大家持续攻略。同行任务也是少不了，本次更新的角色有卡夫卡、玉空。新的旅程、新的冒险，第一更全新场景丹顶斯和林渊镜，在 1.2 版本也将会迎来时装，届时将会有着全新的解谜玩法和宝箱探索，欢迎朋友们到时来体验。第二更，模拟宇宙第七世界开启，可获得两套全新的饰品，以及还有两套全新仪器将进入侵蚀隧洞，这个套装效果不知道哪些角色又要起飞了。第三更，深渊也是迎来了更新，忘却之庭仙舟部分即将开启，并且通过第一关即可获得四星角色御空一枚，以及非常非常丰厚的星穹奖励。还有就是新活动和新福利了，星穹活动评书奇函地城探宝神奇铺满在哪里，无星穹活动双倍饰面双倍仪器，当然了签到送十连这个版本依然是少不了的。好耶，以上呢就是本次崩铁 1.2 的所有内容了，整体上来说还算丰富啊，相信是可以让朋友们度过一个快乐且充实的版本的。那么下一期 UP 我将会再给朋友们详细的计算一下在整个 1.2 版本可以获得的白嫖资源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先关注一下 UP 主，以防走丢。那么最后愿朋友们在抽卡的道路上好运连连，金光多多，十连不歪，早日满婚。视频制作不易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一键关注，长按三连支持一下 UP 主，就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。那么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，这次拜，这次一定关注。